第三十三题，图一中木块重500克重，平放时最大静摩擦力为200克重，若将其直立如图二，欲使木块不会下滑，则接触面应产生多少克重的摩擦力？我们知道东西的重量是500克重，所以在图二的时候它往下的力量是500克重，要挡住它不要往它往下掉，就需要一个向上的摩擦力，也必须是500克重，这样才会两力平衡，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重在一条直线上。所以第三十三题问我们说，则接触面应产生多少克重的摩擦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500。